被动的进来。我们能当主动的工作者，其实所谓的企业资本，我们当自己的目标。这家自己的也是，所谓当三十企业资本，并不一定在讲这个要是投资，这个要是创业。其实没有上班，你也可以建立起自己家自己的。如果你有能力作为自己的企业一个 builder， 当你自己的实现，你的曲线会是这条蓝色的线。对，没有错，在25到35这段时间，你可能跟同学比，跟你的朋友比，你可能买不起房子，买不起车子，户头存款是不可能上钱，远远低于这条橘红色的线。可是只要你好好的经营自己，慢慢的累积你的实力，根据我大规模的调查，还有我周围一些所谓的企业经营者的分析，其实大部分人能在40到45岁之后，他的曲线会反转之上，一直到后面。所以当大部分的传统受雇者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，事业经营者所谓的厚积而薄发，他们才正要发光发热。对于一个事业经营者来说，他的人生我们可以简单分成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25到35这段时间，对于事业经营者来说，它其实只是一个探索期。这段时间它的重点不是买房子，也不是努力的存钱，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这家艺人公司在市场上可以有所亮光。然后35到45，他慢慢的持续累积他的专业技能。到了45，他开始扩展他的能力，去服务更多的客户。到了55到65，他甚至已经开始传承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，贡献给社会。这边呢，身为一个事业经营者，我也给大家几个比较明确的建议。第一个，要追求梦想，可是呢，我认为所有的成熟大人也应该对自己负责，要存180天的生活费。为什么会有180天？因为台湾人平均找工作3个月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，我们 double 乘上2倍的安全系数，我们6个月就是180天。请你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，先努力做下去，好好存钱，存到180天的生活费。再来努力尝试，绝对不要回家听了这个演讲就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要当自己的 CEO， 请借我20万。”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。第二个建议，各位不要急着买房。华人世界里非常鼓励大家早点买房子安定下来，可是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，我认为你应该优先保持弹性，而不应该太快安定下来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在35岁之前，尽量的把钱用在投资自己的知识、投资自己的技能身上。因为当你买了房子之后，你很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那几千块的房贷，少了几千块的房贷付不出来，而丧失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。而且我鼓励大家，年轻的时候尽量住在公司的附近，以租屋的方式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你每天如果可以减少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，回家大家做做数学，你会发现一整年，你几乎可以比你的同才节省1个月的工作时间，这是非常可观的。一年只要每天省1个小时，你整年可以比那多1个月的时间用来学习、用来工作，这都会是你未来的资产。另外一个建议，请大家在25到35这段时间呢，每2年请你设计一个关卡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自己是这样做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进一家公司，一开始会给自己设定2年之后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。不管这家公司再好，薪资待遇再高，里面的老板对我再好，我都设定2年我就要离开。除非2年之后公司给我新的职位、新的挑战，我才会继续考虑待下来，否则我会到2年。这样的方式是给自己的时间上的压迫，我就会知道每2年你一定要赶快在这2年累积一些成就，在这2年认识一些人，在这2年2年。各位你想想看，2年差不多是念一个硕士的时间。我们每2年当过哪一个硕士学位？你25到35岁，如果你努力的工作，这10年你等于叠加多了5个硕士学位。那我想你在中年之后的发展绝对是无限的。再来，心流体验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觉察的。什么叫做心流体验？心理学家近年来有很巨大的发现，他发现在工作上、在音乐、在艺术、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人，常常进入所谓的心流体验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，突然间非常的专注，沉浸其中，忘了时间，甚至忘了肚子饿，一下子2、3个小时过去，才惊觉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上面。这里面没有人逼你，只是没有人顾及，才乐在其中，进到了心流体验。而且通常进入
建议大家每天把你自己从早到晚做的工作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，这些任务你给它打分数，哪些小任务你喜欢，哪些小任务你不喜欢，哪些小任务你列在中间没什么感觉。长久以来做出上面的表单，慢慢你会知道有哪些小任务你是特别感兴趣，特别容易进入心流体验。然后你再反观你周围的同事或是你的朋友，哪些人的工作里面有更多的小任务是你喜欢的，也许这就是你下一个两年该去追求的这个方向。另外一个数字是二，也就是呢，请你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尽量的去认识周围的人。有一个社群网站的研究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一辈子啊，能赚到的钱，我们的财富，刚好就是我们身边十个最亲近的朋友家人的平均值。这就是同温层效应。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财富也好，或是无形的知识，或是你的眼界跟格局能越来越开放，那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就变得非常重要。请你尽量多去认识人，而且在认识人的过程中，不是只是吃饭聊天喝酒，也要多了解，多聊聊彼此之间对知识、对学问的追求，还有价值观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成功找到一位到两位，好，他在某个领域能成为你的专业偶像，那你一定要想给他什么。我们刚刚讲了，既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做自己的 CEO， 把自己当作一个个人事业来经营，那既然是一个专业经理人，他一定会有财务报表，一定会有自己的经营计划，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职涯进度图表。这张表呢，是我从二十几岁开始，我就努力为自己建立起来。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范例，我们可以看到横轴，它刚好每两年是一个栏位，二十五岁到二十七岁，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，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。每一个关卡，我在哪些公司待过？这家公司是大型、中型还是小型公司？它是什么产业？会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还有呢，最重要的是这两年里面我认识了哪些专业的偶像，我学到了什么技能，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什么样的成果。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，哪些任务能让我产生新的体验。我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会给自己反省一次，就像是你经营公司每个月要检讨一下你的财务报表是一样的状况。每两年换一份工作，你就会越换越好，越好，而且在十年间你就会达到非常精准的累积。希望各位把这个表单好好的实践在个人事业经营上。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，我们没有人能清楚地掌握未来，所以当然会有很多事情发生。但是我是相信，逻辑思考是一个我们现代人非常有利的东西。只要我们好好运用思考的能力，一定有方法找到我们的真正定位，也找到我们未来最大的方向。我是姚世豪，希望你跟我一起相信思考，勇于改变。谢谢。面对职业规划，我们不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而是应该把自己当成品牌来经营。社会新鲜人在踏入职场后的前五年，是探索兴趣与培养专长的制作阶段。透过姚世豪老师的经验分享，希望每一位社会新鲜人都可以在这场开放的游戏当中，找到未来四十年的人生主导权。感谢姚世豪老师的分享，我们讲到。